我们找个地方吃饭。我今晚给你做黑暗料理。生日快乐！啊，我不行了，我要死了！新年快乐！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！我要给你看一下我们家的花吧。看你就好。好的，要开始烹饪番茄牛腩。好吃。滑雪了，耶！我感觉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有那感觉吗？罗大师帮我开光、啊、也得带你来看一看我的地盘，对不对？嗯，我宝贝喂的就是好好吃哦。自己拔一根鼻毛然后说很爽。吓我一跳。王哥给我准备的情人节礼物，这多少度啊？有没有九十九度？九十九度啊！真的，这是九十九度啊！谢谢。粒粒追星。Oh my god！ 我好喜欢他。王大哥给老罗化妆的时间，我跟你说，看不妆就怎么化。Oh my god！ 哎，你觉得超好看吗？猜猜我们现在在哪儿？在哪里？